生仔落黑道啊？黑道咁长，你包晒啦。咪话我啲的士佬牢嘈啊，搵食几咁艰难先得噶，俾班有钱佬玩晒。正所谓佢有佢 VBack， 班小市民咧就你有你 upset 吓、啊。我啲英文系好过啲高官噶，圣路奇毕业，四个 F， 三个 E， 中文地理乜都知。而家沦落揸的士。哇！香港就快成個 shut down 啦，真係烏鴉口。誒、欸，依家香港人啊，中意回味以前啊，做咩啫？成晚怨言咁嘅，佢都想唔同你打不同災。業主話呢度出年加租一倍啊，熄燈啦，冇得做啦嚇。依間吧見證回歸，為咗老細梗係唔想執噶啦，咪係咁求個業主唔好加咁多咯。啊 ，boss。业主听我讲话，我要 shut down， 跟住佢话 shut up， pay off， 我要执笠啊！大有风路啦，我车唔到你去嗰度噶啦，我车两鹅颈，你自己行过去啦。系咯，最憎啲人日日喺度游行，阻住晒条街，明明可以停到门口噶嘛。哇，咁都做得男朋友啊？咁都唔拣我。我就是将佢英文好，可谓新闻自由，型仔靓仔。如果冇咗新闻自由咧，香港就会死噶啦。恭喜你啦，佢美国公民嚟噶，有咩事啊？诶，有只战舰喺维港等紧你上船噶。喂，咁你同你个鬼婆离婚嚟嘅啫。我啱啱到灣仔咋，係啊，好快到，好快到。喂，話時話喂，啊你幾似嗰個風水師啊嚇？咁你唔係喺赤柱坐緊嘅咩？哇，你真係犀利喎，成千億差啲俾你作到啊！男人其實咧到最嬲尾都係得翻三億嘅，就係、是、回憶啦、失憶啦，同埋打輸。哦哦，跟住主懷安息。哎呀，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啊。喂，冇见咁耐，越着越姣，你唔系咁 dry 嘛？哇，只剩廿分钟啊 ，Michelle call。咁啊 ，Julie 到未啊？佢仲迟过你啊！系，小姐有啲咩啊？苏打水唔该。咁人哋 Julie 由细到大都系校花嚟噶嘛，风头等，大把男仔追。但咁即代表咩啫？即代表你可以迟晒大到 ？Michelle 系你先顶得顺佢噶咋？都忍咗咁耐喇，唔争再忍埋今次啦。女人唔识忍好易老㗎，到你脾气粗就知道冇 M 度啦。喂 ,sorry 啊，唔好意思啊，迟晒。紧要啦，大忙人嚟㗎嘛，我哋啲档有乜所谓啫。有咩有咩啊？係咪忍返出嚟嘅啫？犀利喎，咁都仲记得。梗係啦，好姊妹嚟㗎嘛。要啲呀嘛，唔该。DM DM 即系 Dry Martini 啊，咁 Dumb Man 啊？OK DM 啊嘛。喂，你老公阿 Ben 出嚟参选，你啲 schedule 实排到满晒啦。阿 Ben 仲好讲，不嬲都系佢有佢，我有我噶啦。佢而家自己 high 就够晒啦。吓、啊，终于啊，今日有我出街喎，佢喺度鬼咁开心。原来咧，系我同佢一齐去深水埗落区啊，人又多又热又晒。过海住鬼咁塞车喎，搞到我迟晒咯，所以算啦，夫妻一场，你咪当包容下佢咯。仲听讲佢系大热赢紧啊嘛，喂，佢选得出嚟嘅话，至少啊，佢唔会出边有一个人
唔使惊会僭建个先生纸啊！赢咗啊！我要对飞虎队同我喺粉岭别墅开 P。好 ，cheers。20年冇见，终于可以重聚，点都要多谢 Facebook 嘅。饮杯啊！系咯，你两个个样就以前一样衰，仲记得啲衰嘢。你啊，去咗外国咁多年，而家净系识讲英文，我睇叉烧啊！唉 ，no， but I can't help it。离开香港，我去咗 Cambridge， 一直寻鬼仔鬼妹埋堆，而家翻嚟啲中文真系唔记得晒啦。你好啊，入到剑桥，我就求其揾间 local U 读中文，而家喺大专上 tutor。你哋两个都好啦，学业有成。我 form five 毕业之后喺旺角做洗头，不过我阿爷劲，入咗 Cambridge 嘅护老中心。我就喺 Portland U 嗰度，波特兰大学周润发学院嗰度攞咗个硕士学位，都唔衰嘅。咁睇你而家都攞得好掂嘅啫。呢排 OK 啦。所以話咧，讀書唔成就唔使死。無論係 Maggie 張定 Maggie Q， 俾我掂到佢哋把頭髮，佢哋起碼後生20年。個屎仔都係你，入咗 City Bank 又調翻嚟香港做，做埋亞太區揸 fit 人咯。咁你大把女仔啦，佢哋好似同我鬼妹一齊喎。我 Facebook 見到你相，我攞睇下先。鬼妹真系鬼妹，真系唔得。唉，我咯 ，I'm on break joy. Only happened this morning. 鬼妹嗰啲皮好快巢嘅啫，系咪？紧要，香港大把女。饮杯，饮杯。我哋啲面色都好差，仲系好唔开心。因為之前咧，我阿燕我阿媽有 cancer， 咁我而家仲揾緊我老豆，想帶翻嚟見下佢。係唔好講我啦，你 stay 喺香港幾耐？幾耐？唔知咧，我同佢喺香港做 managing director 先，做佢上海咯。上海，啲女仔好姣噶喎。女人好。倫敦是這樣，上海是這樣，香港不到一人而已。喂，你們看，望你喎，騙仔輸點知，一定是望著你啊。我不行的。夏令营不是只挂住玩的，更何况这个时刻全香港人都这么悲痛，你们要俾心机啲读书，将来的中国就是交给你们的了。好了，又是教生子的时候了，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这个是什么地方啊？ I know Niagara Falls。 好叻过李国贤，你答啱了。在几百年前呢，就有一个法国的探险家几经艰辛咧，终于俾佢揾到呢个地方啦。刘天星，啊，瀑布嘅英文系咩啊？呢是啊，定系得个大水渠，又冇金针，揾嚟又有咩用啊？人生咧有好多美好嘅嘢，唔系我哋用眼可以睇得到，或者用手可以摸得到，而系用个心去感受噶。Adam 啊，你大个之后最想寻求系啲乜嘢？我要寻求 change 呢个世界。世界咁大，你点改变啊？不如搵钱啦、啊！嗱，有好多人咧就认为可以搵到钱啦，先至系最重要。但我就认为最重要嘅咧系爱。嗱，好似亲情咁啦，你爸爸妈妈爱你哋，又或者系朋友之间嘅爱，仲有一样就系你哋长大之后咧，男女之间嘅爱情。系咪只要肯努力，个个人都可以揾到自己想要嘅嘢，就好似一个冒险家去揾瀑布咁啊？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你努力嘅话就得噶啦。陈家乐啊，点解你会咁问嘅？
咩事啊？你冇逼佢啦，佢都唔知佢自己爸爸系边个。我真系唔想一个人去英联啊！用乜嘢带佢咗变咗个 Englishman 啊？嘉乐、阿星，咁你哋有咩打算啊？有咩打算啊？好似阿爸话斋咁，有钱有办法，冇钱就焗住喺屋村非法。我哋穷，冇钱移民，基本法啦。你第日会唔会翻嚟探我哋噶？我一定唔会放弃你哋嘅，一定要翻嚟探你哋嘅。好、啊，对伟丁。啊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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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哇，正啊！人生系一个旅途啊！我终于揾到一个目标啦！使乜咁远去睇嗰个 waterfall 啊？近在眼前啊！啊，可以可以，喂，啊，救命救命啊！香港，我心中的故乡。爹哋妈咪就为咗你提早送你去英国。你咁唔相信，你叫我哋点放心啊？切，见到个 bag 啫嘛。吓，见到个 pat 仲唔够啊？系 bag 背脊啊，唔系 pat pat 啊。哦，睇唔晒，你好舒适啦。爹哋妈咪要移民加拿大啊，你生性下啦。你咁细个，你学到咁咸湿，第日俾你一个去到英国，做色魔啦。色魔。我边识摸过，依家都几靓个人啦、啊！你讲乜嘢啊？我上个礼拜喺屋企瞓完晏觉，一出嚟听，诶，我见到你揽住 Maria 姐姐喺度锡喎。咩话？佢真系讲嘅系咪真噶？诶，你听佢讲啊 ！Maria，is it true? No, mom, it's not true, mom. Not true. You know what I'm going to ask you? 头先系咪乜？你个细佬啊，你边用你一世啊？系啊！你死啦！你。乱讲嘢噶你！你同 Maria 平时都当做好恩爱咁，你真系伪君子！你乜都中意 Maria 姐姐嘅？你系 hypocrite 啊！你啲英文啊！我最憎 hypocrite 啦！我就系癫啊 ！I'm a crazy hypocrite 啊！一出嚟同我抽你嘅名字五十次！我哋点样表态咧，都系阻唔住啲无辜嘅中国生命。阿星啊！我要去英国啦，你同我话俾嘉乐知啊。仲有啊，你唔好俾啲人 bully 嘉乐添啊。我去 washroom 先，我陪你去啊。请你饮杯嘢。呢个 drink glass 入边啲嘢。我全部都试过晒佢。Besides, nothing interests me。不如你拣啦。好啊。Excuse me, Tony。两位啲咩需要啊？呢个靓女 ，She says she's tried everything on the bar, but I reckon there's one thing she hasn't tasted yet. Why don't we get her a pot of 大红袍？大红袍。你同我呢度落雨咩 ？Tony, I know you have it. 你又知 ？Your guaylo boss is here killing time, and he doesn't drink alcohol. He drinks 大红袍。嚟啦 ，Let us try some of his private collection. Oh yeah. 点啊 ？Did that count as a surprise? Let's just say I'm intrigued.你中意饮茶，唔怕人话你老土咩 ？She said I had to change my taste from time to time. After all this alcohol,
I do just crave a cup of tea. 我就唔同，我中意饮红酒。I think men should be like wine. 好有层次，仲越饮越上瘾添。上瘾。估唔到，依家识饮沈中国茶嘅鬼佬，仲见过唐人啊！特别系你依挺半桶翻，请慢用。Do you want to give it a try? Well.Why don't we go somewhere else? Hey guys, sorry. Wait, Darcy. I'll wait for you outside. 快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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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不如補翻數啊 ！Oh come on, guys. 一係咁，我哋 New Year's Eve 再翻嚟呢度，再飲過人太多數。好啊，好啊！喂，丰年 ，Adam 话十二月三十一号咧，留定三只杯俾我哋，我哋一定翻嚟再饮过。啊，冇问题，三十一号随整啊嘛，随便。好啊，喂 ，Adam 唔好走住，攞你个电话嚟。做咩啊？啊，快啲攞嚟啊！惊你唔记得噶嘛？十二月三十一号 ，reminder，OK？、Okay? 好啊，到时一定翻嚟啊！拜拜。The performance. Okay. Okay. Bye. Bye. Ah. Okay. Oh yeah. 12月31号啊。啊，总之嗰晚咧，就每人一件，过翻个肥年。我走先啦。好啊。喂，等我打个埋得啦。等先，咩？妈，啊，到时再见啊 ，OK， 走。啊，林太，呢个咧就系啊林生开出嚟嘅清单，总值咧系16亿嘅，平均咧同你对分。嗯，嗰个 Rolls Royce 咧，点解唔系张单度嘅？李先生就同我讲咧，其实个 Rolls Royce 咧系佢爷咧传俾佢嘅。是不可以平均分的。张律师，我不是贪心啊，我还要养个仔的，我下半身都靠晒佢噶啦，佢我命根嚟噶。呢个衰老爸咁多，佢迟早俾个大老妹呃晒啊！我明白的，不过呢些是香港法例，我已经尽量同你挥噶啦，林太。林生又话你已经有个 Benny 噶啦嘛，不如放佢一马啦。唔知咩男人嚟，当初点解会嫁俾佢？你又唔使咁委屈嘅。离咗婚是人生的新开始，林太，你信不信主噶？呢个礼拜六有个圣诗合唱团，我买了两张飞，不如我陪你去啊！诗篇又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啊嘛！你与我同在，你的像你的羊都安慰我，你使我灵魂苏醒。我知噶啦，我是基督徒嚟噶。林太，有我喺度守护住你，你唔使担心嘅。唔使啦。我听日去律师楼签咗份文件佢啦。咁星期六嘅圣诗合唱团咧？我都唔会去啦。张律师啊，我系你 client 嚟嘅 ，OK？ 如果你翻去再帮我 revise 下啦。对唔住，我 sorry， 冇事啊嘛。哦，冇事冇事，你有冇事啊？我冇事。唔好意思，我撞咗你。唔好意思。我请你啊，张单入我数啊。唔使啦，今晚我好多朋友喝了很多。唔好意思，我唔啱，我请你啊。如果你要请我的话，不如我送一个头俾你。呢张卡片。刘天星。如果下星期一夜晚八点钟你得闲的话，你嚟我铺头度，我一个人 serve 你。阿盛啊，架车到咗啦 ，OK。系，希望下个星期一见到你啊！
You're such a devil. 你唔中意咩？系咯。God, I don't know if I'm in heaven or hell with you. Why are you so fierce? 今日梗系啦。如果唔系，点沟到呢啲咁正嘅男人啊？That's a nice ring. Yeah, it's my wedding ring. He's in politics. I hate politics. Politics? Mm-hmm. Hey, you know, for men, politics is like prostitution. I mean, now he's busy with all his whores. How can he make time for you? Is that what you call love? 我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我爱去有得我自由自在，我喜欢做乜就做乜。我爱佢，爱上咗权力，喺一年入面都冇半个月喺香港嘅。就算佢知道咗，咁又点啊？我手上已经有晒佢所有嘅秘密啦。你睇下。哇 ，This is your husband。Jesus, who's that girl? She's just a child. 那个是一个深圳的初妓，只有十四五岁，她还要拍卖片，收藏卖。有一天被我无意中发现到，我就 keep 到现在了。比起我们了，我们不算正常了。Oh, I'm sorry, 是不是骗吓亲你啊？Alright, 我要去冲凉啦，你要唔要一齐啊？一齐 ？What about your husband? 一齐冲凉啊！才女咧，唔止张爱玲一个。现代嘅才女命运都好惨，就好似林徽因。佢同徐志摩嘅一段情咧，喺最轰烈嘅时候冇咗。另外一个才女萧红，佢中意咗佢老师。喺嗰阵时咧，师生恋系社会唔能够接受的，所以后嚟一样系无花果。有人话最刻骨铭心嘅爱情。就好似煙花咁樣，煙花最燦爛嘅時候消失。我睇緊嘅係女作家張怡和嘅回憶錄。阿 Sir， 呢啲考試考唔考㗎？你哋淨係識考試啊？唔使考就唔讀㗎啦。上堂啊！如果买嘢讲价，食紧杯面嗰个同学，好唔好食啊？下次预过俾我好唔好啊？我下次唔咁自私噶啦，我一定会预多个俾你。落堂啊！陈老师，最近我睇你嘅面色唔系好好啊。是不是不舒服啊？我样似有病咩？不是啊，不过姑你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啊？刚才你说得好好啊，但是这些又不靓，现在开始过时势，对于过去的事呢，香港人是不是太大兴趣的？都没办法的，我打份工啫，他们没兴趣我都要教的。文学是毕业又不是 MBA， 出来找工都没人请。你教得好好啊，是他们听不明白。老师，我同学好像等着你。不用理他了。老师啊，你有没有遇过你心中的刘备欣呢？你信这个世界还有这种？应该没有了。老师，我都不怕黑暗力的，我的搭配是天生，跟你一样，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边缘人。你真是少数民族？
天山好远噶喎，系啊，嗰度啲空气应该好好。喂，唔系个个香港人啊都斗大系蝗虫嚟噶，系好人嚟噶，好爱国噶，佢去沙巴沙星巴克喎。你又知道我会来？遥知不是说，唯有暗香来。请。OK。我帮你。知唔知神父牛柳都要听住莫扎特嘅音乐，先至可以令到佢松弛神经，咁啲肉质先至鲜甜。而 hairdressing 系一门艺术，剪我手嘅头发，一定会成为我作品。吓，呢一番说话你同几多客人讲过啊？你唔系觉得我咁有闲情逸致去同啲师奶啊、啲港女啊去研究神父牛柳嘛？星哥。你估我就系十八岁咩？女人嘅头发就代表佢一段心事，而我除咗帮你设计发型之外，都要帮你梳理埋你嘅心情。咁你知唔知道我而家咩心情啊？之前有個鬼佬客，佢送咗個英文俾我。A bad haircut is two people's shame。由而家開始，你已經係我嘅作品。如果我整得唔好啊，出到街你會俾人笑，我亦都會俾人笑。放心啦，你要信我。估你是用午夜飞行这种带有暗蓝色香味的香水，在里面有一个传说，这个 Prada 好像童话小王子一样那么昂贵，是用条命换回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法国的空军，他们是要上战场，在前一晚，他的新婚妻子特登调教了一种新的香水给他搽上身，当他做爱，令他可以带着这种香味飞上蓝天，留住回忆。但很可惜，他永远都回不来。有咩感觉？感觉好似入咗个好大好大嘅瀑布里边。你仲见到啲咩？我记得第一次遇见你，你将杯酒倒晒我身上边，条裙湿晒。
但是做乜又有咁醉啊？翻屋企，翻屋企，翻屋企，翻屋企。仔啊，我今日生日，唱生日歌我睇。翻屋企唱嚟听好嘛？嚟，一齐唱嚟。祝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系咪点啊？系点啊？唱喂。先生，呢个女人系边个？我妈嚟噶。喺度做咩？我佢饮咗啲酒，唔好意思，我带佢翻屋企。使唔使嗰把车？唔使唔使唔使。唱生日歌，唔该。翻屋企，翻屋企。唔好意思啊 ，Sir。睇住。我应承过你，我生日话你知。现在就告诉你，这个就是阿爸，隔壁的花旦是你。他是我中六的时候的插班生，我读的是女校，他是女校男生，又生得挺靓仔，班里面个个女仔都为佢着迷，好多女仔追佢。我当时好好胜，我同我自己讲，我一定要同佢一齐。嗰阵我哋两个都参加咗学校嘅粤剧社。我们终于在一起，热恋甚至有了你。学校知道我大一堂之后逼我退学，你太公是做海面生意，他很有钱，我未毕业就带刀，令到他好丢架，他赶了我走，后来他给你衬我，我跟我偷地养大你，供你读书。阿爸呢？你知道他在哪里？听说他考入警察。做警察？
最终系女人，个女人个爸系毒枭，佢为咗维护佢，杀咗伙计，跟住坐监，坐完监之后，佢忍受唔住压力，结果吞枪自杀。自杀喺边啊？你唔好再问啦。你都不要再找了，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我现在对他死心。你不小了，不如好地找个女仔拍拖还好啦。如果不是你妈走了，谁会照顾你？不要说这些东西了。总之你问我的事我就讲了给你听。你认识我，忘记你爸了。先生，揾边位噶你？我林太啊。你系佢咩人啊？呢地方你嚟嘅咩？冇 permit 啦，唔该。我系佢条仔，我冇 permit， 不过佢约咗我有 appointment 啫。你好。你好。太太楼下等你啊。好啊，慢慢行。只有你头痛，所以瞓咗阵。同你按摩。嗯。好舒服。你成日帮我按摩噶？嗯。嗯。头痛咧，揾呢个位最好。你老公呢？他去了大陸做生意。開廠的？是啊，做鞋、牛仔褲，現在做了湯。他上面有女人。你怎麼知道的？如果不是你怎麼會找我？他在湖
男包咗个收脚妹。其实我觉得呢个世界真系唔公平，男人可以玩，点解女人唔可以？即系你话你而家玩紧我？乜你唔系玩下嘅咩？我讲过啦 ，A bad haircut is two people's shame。其实自从嗰晚我掂完你把头发之后，我把教剪就话俾我听，佢终于揾到一把属于佢嘅黑色温柔。呢啲咪缘分啦。你讲真噶，妈咪，我同学约我 weekend 去布吉啊。唔好意思，妈咪。而家啲细路仔真系识享受啊。你个仔。是啊 ，Andrew 啊，咁大个啦，嗬？呢个系咪你想问噶？我反而系想问，点解佢一出世就咁有钱，可以住到咁大间屋，有个咁幸福嘅家庭嘅？佢啱喺国际学校考完 IB， 过两个月咧就会去 Toronto 读大学噶啦。去多伦多读书。嗯。细细个都已经好想去嗰个地方。咁后来咧？屋企人穷咯。边有钱供我外国读书啊？我啲朋友全部去晒英国啊、加拿大。人系咁噶啦，细个追求嘅，大个咗机会走，永远都翻唔到转头。仲咁后生，仲有大把机会。有咩机会啫？打工仔永远冇出头天嘅。努力打拼实得噶。你仲信呢啲废话？同舟共济，狮子山下，系嗰啲上咗位嘅人揾我哋呢一代人笨啫。你知唔知？每一个人都有梦想。我谂你十六岁嗰阵，都一定有幻想过自己会上白马王子。同佢好好地结婚、生仔，组织一个美满幸福嘅家庭，永远唔会有第二个女人一生一世剩下你一个。咁而家咧，好似发紧梦咁。如果我话识到你系另一个梦想咧，你就发咗一个好梦啫。咁我咧？今个月嘅读书报告就是你睇嘅《灵人往事》，作者讲起细个文化大革命，佢阿爸同一班戏剧嘅红伶遭遇好惨，当中包括梅兰芳、马连良。本书里边咧讲咗佢哋之间嘅父女情，同一个悲剧嘅时代，对于下一代虽然好遥远，但如果我哋唔知道。或者选择遗忘，将会是一种罪行。Hello Linda， 又见面了，今次回来做 body check， OK， 那我带你上房间先，好，请个先。Linda， 今次来就介绍一些新款的胸围给你，个系列叫做 Angel Touch， 那我有不同颜色和有不同的款式给你去配搭的。Thank you.
but I believe women want one thing. What is that? Romance. And you don't have that yet.一个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的男人真是挺 charming 的。That's all I've ever wanted since I was a child. You know, to do something incredible. Change the world. 那你想改变什么啊？现在未得。But one day I will.You're working in an international bank. 你遲啲又想上上海。Hot cash, cheap labor. 貧富懸殊。You are part of globalization. 咁你究竟想 change 啲咩啊？ Again? You're right. I can't change the world.How can we change u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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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喂，恭喜曬 Linda！ 嗱，而家有你呢間髮型屋咧，我哋成班 friend 都碌你卡噶啦。至於咁啊，無謂淨係幫襯晚會嗰個嘛。放心啦，你即刻抽人水。嗱，下次嚟咧記得阿星喺度先好嚟喎，佢手藝真係非常之好噶。佢就係你 partner。係啊，你知啦，開餐廳都要留個柱噶嘛，咪俾啲股份佢咯。咁當然啦 ，Linda 先至係個大股東，我永遠都係細噶啦。一條心分咩大細啊？始終係老闆，梗係由心機做嘅。嗱，依樣嘢我哋要信你嘅。哇，你條仔又叻又 humble 又知定，錢好冇限。係咯，咁正嘅都俾你揾到，你真係夠眼光啦！仲冇啊，幫我哋揾埋啊！咁你介紹多啲咧，何東同以前嘅校友嚟 ，OK？ 我幫你留意啲正嘅細頭仔。哎呀，好啊好啊，不過千祈唔好請賓仔噃。上海仔啊，夠體貼。你哋慢慢就招呼唔到啊！跟住同我招呼張 Auntie 啊，我跟你入去啊！誒，大師大師大師，你睇我個頭啊！哎呀，我頭髮咁多年又亂又岩殘，你話點先好啊？做翻兩個 colour treatment， 我再幫你收。啊！既然你家陣都做老闆啦，我可唔可以做你嘅第一個 ？Sorry， 但我頭一個月嘅 booking 咧已經 full 曬。嗱，依度我張卡片。你有啲咩就打俾我秘書。
虽然你阿妈个脑暂时冇乜事，但佢个淋巴癌已经扩散咗骨髓。咁即系点啊？如果佢有心情嘅，你陪佢坐喺游轮，撒心啦。陈丁华，几多钱啊？千八蚊。唔使冲凉啊！喂，系，佢阿妈，咩事啊？佢入咗医院，好，我过嚟。老师出了什么事啊？我阿妈入咗医院啊。那你赶快去看一下。我唔要啊。你等我一下。阿母，你好啊。佢系我学生嚟。唔系啊，阿母，我系佢拍咗拖好耐嘅女朋友啦。我叫阿雪。拍拖啊？系啊，不过佢因为我话俾你知啊，唔怪得呢几日都唔见咗人啦。唔系啊，呢几日我去咗揾阿爸。仲揾咩啫？我咪同你讲过咯，佢系个差佬，佢杀死咗个伙计，跟住佢趁枪自杀，我讲咗啦嘛。冷静啦，你叫我叫阿雪，阿雪。
条虎牌属于你，好靓啊！佢就一百万年噶啦，咁多年，我就好似困咗里边嗰只昆虫咁，连飞都飞唔出嚟。妈，你唔可以呢样讲啦。你讲晒啲嘢出嚟，咪飞到出嚟啦。好啊，我认承你了。病人的身体很虚弱，探病时间到了，陈太休息一阵。我唔会休息的。你休息一下先啊，我等下去便等你。你要记住，同客洗头一定唔可以搞到个客湿晒嘅，知唔知啊？喂，咪玩啦，一定系呢啲位，唔系第二度。喂，靓仔做咩啊？南乳斋蒜香鸡，本店名菜啊！我哋啊，好多名人啊，个个都嚟食过啊，都话正啊！肥棒啦、啊，智慧啦、啊、，Hillary Clinton 啦、啊，连阿奥巴马都 book 咗出年啊！肥棒？边个系肥棒啊？肥棒你都唔知道啊？不过而家啲人玩失忆，唉，就嚟连肥肥都唔记得噶啦！啊，靓女、啊，你发翻嚟噶？米芝莲三星啊！夹实啲啊，夹实啲啊！你食啊，我冇胃口。你查了这么多天都没结果啊？我大学个同学喺重案组嘅，佢查过查唔到。他有没有隐瞒你啊？佢唔会呃我噶，我同佢好熟。那是不是你妈妈骗你啊？为什么？我觉得佢唔会呃我噶，佢呃佢自己。佢有啲秘密咧，一直唔同我讲。我猜一定有原因。你妈应该知道全部真相，是不是有很重大的秘密？她想说，但又不能告诉你。我细个睇咗张相咧，系我爸走咗之后当差寄俾我妈。没错啊，说明你爸爸真的当过警察。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他爸爸？细细个我妈成日出去做嘢嘅。所以由细到大，我都一个人孤零零咁食饭。人生有好多智慧，应该系阿爸慢慢喺饭台度教个仔。有办法啦。咩啊？当年如果你爸爸当差杀了一个警察，这么大的事情，一定有新闻记录的啦。走啦，明天陪你去图书馆。谁放心啦？谁多啲啊？有了有了，警员当值发狂枪杀同胞，其他同袍长期出现侮辱，情绪不稳。陈国龙杀警案今续审，空气方面一直未有发现。老师，知道现在知道多点真相啦。佢放咗监之后，阿妈都冇见过佢，佢去咗边咧？你先别管你妈有没有骗你了，你爸爸坐过牢能去哪儿？我猜他一定还在香港。香港啊？嗯。去边揾啊？你不如唔好理啦，你已经帮助我多噶啦。老师啊，这件事情发生在湾仔警署啊，你先去问一下。No ice cream. Stop! I want ice cream. 你是小朋友，你怎么能这么没礼貌啊？我 sorry， 关你咩？大陆先大陆啦！你咁冇礼貌嘅，
你爸妈点教你啊 ？Don't cry, okay? Let's go home, sleep. Thank you, thank you. 你闹我啊！你翻桥开，好，我翻去话俾妈咪听，佢炒你鱿鱼。我在想，你妈妈怎么会把贴身带了十几年的琥珀送给我？你咁都唔明？一只小虫子生活在这个里面，你想啊，几百万年前，它生活在阳光下，突然一个树脂掉下来，生命就结束了，多可怜呐！但喺呢个世界上，无数短暂嘅生命去晒边咧？呢个昆虫可以留得低，其实都唔系不幸。哎，我倒觉得这个琥珀啊，有点像一颗眼泪啊，我倒是常常哭的耶。我記得琥珀在古書裏面有一個意思，其實都是老虎的眼淚。老虎這麼凶，怎麼會有眼淚啊？當然，老虎怎麼會大發慈悲啊？我想我媽送這個琥珀給你，不知道是不是想你做個老虎乸，日日鎮住我呢？什麼？你說我是老虎啊你？不過是最靚、最善良的老虎。哇！你先，你咩做乜嘢啊？选行政首长啊！美丽书行政首长，选特首啊你！喂，全人类 stand by 一分钟广告翻嚟啊 ！Cam one hold 住右边黄志强 ，Cam two two shot，Cam three hold 住左边嘅猪肉老板丁。喂，你睇佢，你睇佢呢件丁德仁仲话赢眼喎，真系影响市容。三十秒，喂，嗰、那个索爆老婆冇嚟咩？喂，俾我都唔理啦，日日扮童话 Beauty and the Beast 隔夜饭都呕晒出嚟啦。成个 model 咁，点啃得落件猪肉佬噶？喂，十五秒，喂，两个收低啊 ，Roll opening。十、九、八、七、六，喂，分开佢哋啦！丁博士你好，你好，我哋开始啦。黄志强大律师，希望今次选举系一场公平之争。香港而家下一代道德败坏。凡想政府提出的全部都反，烟火鼠又反，拆家屋又反，堆堆垃圾你都反咯。你知唔知啊？你嗰個所作所為係香港下一代道德敗壞，起咗一個非常之壞嘅先例。我嘅想法咧，就係要為香港嘅小市民爭取佢哋個人嘅權利同埋申訴冤情。丁博士，你身為億萬富豪，從來冇關心過貧苦大眾。你知唔知啊？今時今日嘅年輕人翻工啊冇人工加，仲有啊，地產價格係咁逐倍升。就算他們想出來創業都捱不起的貴族了，市民要民主，你們又說不可以一步登天，要溝通，要循序漸進，加租
They think that's a joke. What joke? Your husband, they want to make him the mayor of Hong Kong. And you know all the things he's done, how can you stand it? 不是我忍得到啊。I don't have a choice. I have to. Why don't you just leave him? Leave him so we can be together. I want to. 但是现在咯。Trust me. I need more time.I don't know. 佢而家赢硬噶。At least 等佢卖咗位。I don't see why you have to wait. What did you tell me your dream was? What did you say? Do you know my dream? Was to be with you. I know.Look, you said you wanted romance. Look at this place. In the south of France, it's beautiful. We can move there. I'll quit my job. You can leave all this shit behind. And start all over again. Now, isn't that what you call change? It's not so simple.If we weren't willing to change ourselves.我买啲衫俾你啊！等等，点解你要搞我仔？你搞我已经够啦，点解你搞埋我仔啊？点解？你唔中意女仔，你就两头针。点解你唔话俾我知？点解你唔话俾我知？点解啊？你个衰仔，你知唔知你咁样做，好伤妈咪嘅心啊？妈咪，咁多年，你同爹哋有关心过我咩？一个就翻大学包二奶，一个就养埋仔。你哋有理过我咩？妈咪供你读书，同你补习，隔你学琴，同你去游课画书，你仲想点啊？我只系想要你同爹哋关心我，了解我，当我系人啊，唔系当我 B B 啊！你根本就俾唔到我。俾咗你啲咩？之前开嗰间实啦，阿星佢做咗我嘅好朋友。呢两个月我哋秘密交往，同佢埋一齐，我真系好开心。佢一个人打理成间手廊真系好辛苦，我想帮佢手啊！你系咪傻噶？妈咪已经帮紧佢，你去帮佢啲乜嘢啊？佢揾我笨，佢呃埋你，你知唔知啊？我对 Andrew 真心嘅，我对你一直以嚟从来都冇假过。你想点？妈咪，我决定咗啦，我唔去加拿大，我要留喺香港，我去帮铺头手。你咪傻咗？我供你读书咁多年，你而家仲洗头洗脚冇出息，你知唔知我十几亿等紧你噶？唔得啊！我哋应承咗噶，我哋要永远喺埋一齐。爷咧上北京，揾老豆去老人院。我净系想知道个警察当年佢坐完监之后去咗边，要物就咁简单。杀咗人，坐埋监放翻出嚟，唔通做警务处处长咩？你掠都冇用噶啦，
走啦，走啦，帮你唔到啦。系咯，你做边行噶？报馆记者啊？唔系啊，我个警察仔啊，佢叫陈国龙啊嘛，你帮我查佢啦。咩事啊 ，Sir？ Sir， 呢位先生话咧，佢系三十几年前单 case， 佢话佢系陈国龙个仔喎。陈国龙，你系佢个仔？是啊 Sir， 他自殺了就没见过他爸爸了，现在他妈又病了都不肯说啊，他真的好想好想问他爸爸。你们香港警察不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吗？喂阿 Sir， 喂喂你做什么？我求你求求你，你告诉他好吗？你告诉他好吗？你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好，你跟我进来，你留在这里，抓他。1978年那宗杀警案是这家差馆发生的，当时我刚刚调来做一个三差，同埋一家差館守，只不過兩個月，後來就發生咗嗰件事。咁即係點啊？嗱，陳國龍喺當街嗰晚殺人，佢好彩，即係判咗佢唔殺。佢點解要殺人啊？報紙話佢俾同僚恰佢喎。呢啲嘢好多個版本，我都唔係好清楚。總之佢入咗去之後，就冇夥計探過佢監。咁出咗嚟之後點啊？你真係好想知道你阿爸下落？斜對面嗰間酒吧有個女人化好濃妝，五十幾歲，每個禮拜六夜晚十一點幾佢都會在酒吧門口望嚟望去。你找佢，佢可能知道你阿爸喺邊。嗰間酒吧係咩名？麥呀。唔該曬，記住呀，係著紅色衫嗰個女人。好，我去找佢。不知为什么我王 Sir 叫我找个红衫给他。先别管那么多啦，星期六我们先去看一看。我以前一直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好人，直至遇到你。怎么会只有我一个人啊？多谢你做我的林徽音啊，在我听我自弹自吹。他的世界里，旧的北京，消失的舞台，其实都是很喧闹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很寂寞啊。其实全世界的人都觉得我自闭的啦，没人肯跟我讲说话。啲人话抑郁症是遗传的，我只是想逃避这个城市的喧哗啫。我只是想追求宁静。他哋话我孤僻，我不是孤僻啊，而是孤绝。孤是心情状态，绝是最终的结果。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了，所以我要找到一个。那如果找到你爸爸，你会觉得是个包袱吗？如果老豆变咗个包袱，咁人又点解要为一个包袱而活呢？你哋内地嚟嘅成日都讲国家，唔释放自己，国家就会从头砸死人。我到底系边个？我只系想企翻起身。哎呀，不要这么悲观嘛！星期六我陪你去找啊，一定可以找到你爸爸的。要不搞错 ？Why don't you leave him? How can you stand that? Please, please.
你怎样才可以放过他？你说吧。阿星，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们永远在一起的。你没答应过我吗？这里没有你的事啊。我答应你啊 Linda， 我可以放弃 Andrew， 可以放弃铺头，永远在你们两母子的世界里面消失。你说什么啊？你说真的？两个条件。是什么啊？第一，我会完全退出铺头的股份，不过你要用2000万买回来。2000万？你值不值啊？第二， Andrew 去加拿大读书的 plan 一定要 keep 住。你会送他过去的嘛？一起啊。你又去？你这样的身世去读大学啊？你识英文吗？会有大学收你啊？你关心我？你放心我，我不是去陪 Andrew 读书，去加拿大学由细到大的梦想。我很想去 Niagara Falls 那里亲身体验那种澎湃的水声，被水花包围的那种感觉。我想那种香味一定很特别。你做想去游浮啊？自己不知道报旅行团啊？我想跟你们一起去看完个瀑布，送 Andrew 入学，那我就走了。你剩他短出一日起三日止啊。 Andrew， 你有你的 future，你有你的学业，你妈咪说得啱，我是一个无畏，一个贱格，一个最不啱时候出现的一个人。你回去妈咪度啊，我哋嘅时间是借回来的啫。我的眼睛来一个水果吗？做乜咁好约我出嚟啊？我依度公众地方好似唔好方便，所以我咪包咗场咯。有咩好惊啫？你家阵都自由身，你以为我唔知 Linda 同你分咗手啊？你点知？整个中环计埋马会、东至清水湾俱乐部、南至深湾游艇会、北至粉岭高尔夫球会，香港有几大啊？我点会唔知道？其实你有冇搞错？我是 Betty Linda 个 friend Betty 喎。我梗系记得你啦 ，Betty。你的 slide 卡系我剪噶嘛？既然大家咁熟，我都唔怕同你开门见山啦。Linda 家阵都同你分咗手啦，啊，你都唔再系佢 lover， 不如？你做我 boyfriend 啦！不好意思啊，我而家中场休息，第时啊，我 available 嘅话，第一时间通知。计我话事不宜迟，我同你合作商机无限。嗱，我同北京商务部好熟嘅，你有冇兴趣进军内地市场啊？嗱，做金铰剪开1000几百间 salon， 想埋市都仲得噶噃。以你嘅才华，我嘅实力，大江南北通杀。其实我要求的回报很低下的啫，嗱啊，好像去 shopping 行街咁，有人同我玩手袋啦，唱 K 的时候有把男声同我合唱，最紧要以你的手艺间唔时同我执一执。
都冇。可能今天下雨，他没出来啊。不如我改天再陪你来找他，好吗？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冇人啦，走了。唔该，小姐，我想问你关于一个人。你是谁？我是陈家乐，我想问一个叫陈国龙的人。小姐，你知不知道这位陈生是谁？你找我老公做什么？蛤？怎会这样的？没理由的。这位是我的朋友，他叫陈家乐，我跟他找回他从来没见过的爸爸。你真是陈国龙的仔？我妈现在病得很犀利啊，我想带她回去见她。这个我妈。跟我来。陈生呢？他跟你一起住啊？他没分离吗？我就是陈国龙，你哋唔信啊？过嚟啊！我同你阿妈读埋一间中学，一起玩戏剧。我系女校男生，所以有好多女生追我，而你阿妈就系最好胜嗰一个。我天生对女仔毫无兴趣，但系喺嗰个年代，有咁嘅秘密系一种罪孽。跟住我哋就拍拖，你阿妈就带咗一肚，有咗你。你太公就好嬲，佢叫我哋结婚，我梗系掹，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同女人一结咗婚之后，我一生就好痛苦。你真系有辱家门啊！你唔想我赶你出去都要得，除非你叫佢入赘我哋罗家。就撇低咗你阿妈，自己走咗。你之后冇结婚咩？阿妈系后来嘅外父，系个毒枭嚟嘅。佢系杀咗个警察之后坐监，仲黑社会追嘅，最后吞枪自杀。全部都系讲大话。离开咗你阿妈之后，一直都系独身噶。真系冇办法只面对自己，所以就去报名参加警队。谂住入到警校之后，可以尝试做翻一个真真正正嘅男人。但系喺学堂里边，佢哋不停咁样嘲笑我。搞快啲！你做乜嘢啊？唔好偷鸡啊！点解次次都系你？你咪喺度玩突出，打起身啦，不如。咩？喂！喺我度人，起身，起身。哇！系啊，好似我咁啦。有一晚凌晨三点几，我同翻成日都借我嗰个教官一齐当夜更。你是皇家香港警察的耻辱啊！屎忽鬼，死凶徒！杀罪之后我好怕，我一个人走了出去，在郊区买了支枪，然后我回警署，我上级自首。
话我杀咗人，至少我话掟咗落海度。陪审团一致裁定，话我谋杀罪名成立。坐咗八年放翻出嚟之后，好似成个世界都变咗咁样，所有人我都唔识。口七大限，我突然间觉得好似前路茫茫，冇家庭，乜嘢都冇晒咁样，好难面对我自己，所以我决定做翻我自己，走咗泰国一趟，翻嚟就变咗另外一个人。咁多年嚟，一直都企喺街嗰度等，一日又一日，我唔知等乜嘅。或者我等紧我个仔翻嚟，又或者我系等紧我日审判，又或者我等紧一个解脱。我而家等到，咁我翻去见阿妈。冇时间啊！翻去见佢，阿爸，我求你翻去见阿妈最后一面。你代我同你阿妈讲，你话你阿爸咁多年嚟都挂住佢啊，但我冇面见佢，我更加冇面见你。根本都冇资格做你爸爸。警方一直都找不到那支失枪，我翻咗出嚟之后，我就起翻嗰支枪出嚟。呢支枪就话前一世，我而家送咗俾你。你离开了这个门口之后，以后都不要回头。你永远都是我爸，你永远都是我爸。
What the hell? You know what time it is? What's up? Just watch this. Shit. Holy shit. It's this dynamite stuff. You know what? I live here. I make a living from this place. Oh, come on. You're the one guy that preaches about the freedom of press. That's why I've asked you to come here. You know they have a right to know.意想不到的事情也是意料中的事，今天发生了。是那些香港的记者假借什么新闻自由。您讲的太英明了，一定是美国势力在背后支持。对。喂，系你啊？今日所有嘅报纸杂志全部通天啦。咩事啊？你安了，你开心啦！呢件事啊，系全世界冇人知嘅，得你一个人知啫。唔系我啊！唔系你系边个？我同你讲，你终于同我喺埋一齐，咪喺埋一齐咯。唔中意咪好简单，离婚咯。我乜都冇做过，我冇爆过任何嘢啊！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嚟啊？我唔算啦，用粗口啦。兄弟，唔好意思啊，呢度唔可以用电话嘅。唔该，你攞今日啲报纸同杂志俾我啊。好啦，得啦，系咁先啦。喂。买男装俾男朋友咧，佢做边行噶？佢系大学教书嘅。哦，咁呢件咯，呢件书卷味比较浓，同埋比较斯文。呢件唔错喎。佢着开咩 size 噶？几多钱啊？呢个598。好啊，我要呢件。快攞身啦！喂，妈妈，怎么突然打电话给我啊？妈，你怎么了？哭什么？哥受伤进医院，怎么会这样啊？爸爸呢？妈，你别哭，他们要多少钱啊？我们的房子呢？好，我知道，妈。妈，我马上回来，你别哭。好，我马上回来，马上回来。谁在楼下打野呀？过来一起看啊！今天不要频道封锁。Andrew， 你现在妈咪可能 jet lag， 有啲重感冒。不如你去嗰边药房帮我买包 Panadol 啊！唔该，过嚟啊！
老师，谢谢你这几个月带给我的人生经历，可是我们不可能在一起。四周的眼光，我们不一样的背景，特别是我跟你一样，都是这个世界最边缘的人。嘉乐老师，你一直活在一片阴影里，不知道为什么，是人生的宿命吧。我总觉得我就是能帮助你得到解脱的那个人。我在内地的家出了大事情，需要一大笔钱，我不能再留在香港读书了。嘉乐，是我辜负了你，我在香港学到了很多，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当我们都是琥珀，困在一座牢笼里，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路。我为你拨开了一片云，可是我还是找不到我的晴天。100万年前，当松脂跌落的刹那，困住了一只虫子，而你就是那一点孤绝。我要回去了，我希望你能飞出来。你母亲留下给你的，你要收着，请你保重，小雪。Vision gets a little hazy. The world around me disappears. I slowly go a little crazy. I hold your body close, but my heart it isn't here. Lost inside the silence, broken down in fear. I need to hold you like it's the first night. Take us back in time. Press rewind. What can I say? Happy New Year. Ah! Ah! Hey! 多谢你啊 ，Linda， 你一手提携我，培育我。令到我梦想成真，我想冇咗你，我嘅际遇会完全唔同。你喺好多人眼里面系一个好成功嘅典范，亦系一个好妈咪。Linda， 请你喺天国安息，我哋会永远怀念你。妈咪的遗产呢，今日律师行跟我讲全部归我，咁就是我哋的啦。哇，咁都得嘅，你不是那个名记者
好啊，最近咧你好似爆咗单大镬嘢喎。系啊，你又会知嘅。诶，算啦，唔好提呢啲啦。呢位 Andrew。Hello，Hello， 你好 Andrew。我啱同佢喺 Toronto 嗰边注册，本来佢谂住去嗰边留学嘅，咁点知就同我入咗教堂，我咪提早毕业咯。咁多杯，俾一杯我，系嘛？点啊？最近几好嘛？都系咁啦。嗯。阿生，我想就咗你啦。Everybody ready? Yeah! Yeah! Yeah!今年呢我覺得都是撲街的了，美國又不行，日本又陷，歐洲又破產，到處都沒有環境，你說是不是？我覺得今年的煙花很漂亮，今年一定會好。心却